湯家驊議員。新的立法會的第一次辯論特首的施政報告，亦都是曾特首最後的一份施政報告，所以我覺得很多香港人都會期望我們可以為曾特首年代作一個總結，究竟過往於七年代表了什麼呢？主席，施政報告出了之後，我落區有些街坊跟我說，他說可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那我說，喂，這樣說好像刻薄了一點。又有些人跟我說，他說會不會是浪子回頭呢？主席，我覺得這些又誇大了一點。但如果你說要將曾特首的年代作出一個總結，或者將他的施政作出一個總結呢，其實我只有兩樣東西可以說。第一，就是說他堅守崗位，未去到迫不得已，他都不會做一些利民的政策。第二呢，就是親疏有別。主席，我想將親疏有別留回最後關於管治那個環節去講。我今天想講的呢，就是曾特首怎樣去堅守崗位。主席，他的崗位不是造福市民，而是要為難我們。我們看回轉頭，差不多每一個所謂德政或者重大政策的改變，都是香港人逼出來的。如果今天我們要講致謝特首，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講怎樣致謝香港人努力不懈去逼這個特首做一些好事。主席，我記回轉頭講一下生果金，你或者會記得幾經艱難逼到我們的特首加生果金，點知出嚟佢又話要實呢、這個一個資產審查，差唔多全城轟動，整個立法會都反對佢個意見，甚至乎譚耀宗企就義正言辭嚴咁講，你係倒行逆市啊！佢都唔改喎，結果點樣改呢？佢係都要俾個機會俾我哋嘅黃毓民議員一招定江山。主席，我唔係反對黃議員嘅行為，但我一向都唔認同，亦都譴責暴力。但係呢個立法會嘅暴力文化係從何而起呢？係因為曾特首，佢係始作俑者。點解呢？行使暴力行為嘅議員最低限度，佢一句説話我講，你係冇得駁嘅。他是官逼民反啊，主席。作為我們的特首，你有什麼說啊？為什麼你是叫人家掟招你轉台啊？為什麼議員叫你改做一些有利市民的事，為什麼你是都死不肯做啊？主席，說一下竊聽條例，堅持自己說自己對，說要用行政指令去處理，結果就要上到終審庭輸埋啦，然後走嚟立法會要你三個月之內通過，咁都唔緊要啊，主席。竊聽條例唔係保障香港人嘅私隱嘅，唔係好似我哋基本法所講係要保障香港人嘅通訊啊，而係要保障或者俾個藉口俾警方去截查香港人嘅通訊。講下政改咧，咁緊要，講咩民主理念，嚟到最後，今時今日仍然都要堅持委任制度。兩次政改方案寸步不移。舊年嘅政改方案點解過到啊？唔係曾蔭權嘅力量，佢去到最後嗰個禮拜啊，都仍然同我講：湯家驊，你唔好上創你嘅心。不是北京
改變主意，他都不會肯啊。主席，我不會說他是門口狗，我會說他是門口官，他是 把門口的官，就是入面住的大人不說轉他就不會轉，誇他還可以說得到，政改是我的德政。主席，最低工資呢？最低工資我們說了多少年去到爭取連任的時候退無可退了，然後他都說好啦，我會設立最低工資。但你記不記得一當選之後左閃右避，推行了一個叫做工資保障計劃，是都要阻你兩年然後就肯立法。另一個承諾競爭法，是不是他想的呢？我們也是說了成十年，好了，拎到立法了，拎了上來，商界群起反對，他態度是怎樣呢？他來到立法會跟葉劉淑儀議員說，你要反對我都沒辦法啊。主席，你相比一下奧巴馬，他要推動的政策，他真的去國會上，是要求國會去支持他的政策，是大力推動，國會 不認同的，他會利用民意和我們的真特首真是蚊比和牛比的。主席，可能這個就是 政治家與政客之分，或者他自己根本不相信這件事，只是敷衍其他人而已，所以交出來立法會遇到幾大困難或者過不到都是不關他事。主席，遞補機制，我是都要提出遞補機制都不要緊，主席有什麼理由諮詢都不肯，是都要有十萬人上街你才肯諮詢，那是不是也是逼到他走投無路他才有所改變？又說了6000元呢，其實沒有人要求他6000元的，不過他想了一些政策出來是沒有人可以忍受的，他最初就放下去強積金，你65歲才拿啦，那算什麼舒緩這個制度呢？到了全城都怒憤的時候，突然間這個管治班子就說算了算了，每人6000元，你就算不在香港住，現在交緊外國人的稅，外國政府的稅都唔緊要，都俾埋你嗰十幾億濕濕碎，又係逼出嚟嘅。主席，仲有今年嘅施政報告想話所謂兩項德政，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嘅交通優惠，我哋講咗幾多年啦？梁耀忠議員他不在這裡，我記憶所及最低限度提出了9年，主席9年，我們這個立法會都是一開始的時候去討論這個動議，9年以來都是獲得通過的，社會有共識的，我們都要等到最後那年特首才會做，誰知道做出來的時候原來是好像皇恩浩蕩咁。他說這個是真的德政，沒錯，這個是一個德政來的，但是不是逼到最後他不是要有一個好收場，我相信他都是不會做。主席，關於這個就是長者和殘疾人士優惠呢，這個不是一個交通問題來的，所以我不會在這個環節講，這個是一個福利的問題。但是很簡單呢，就是說就算現在提出這個建議和我們在立法會所提出的建議是有相當大的差別，亦都有人質疑呢，是不是利用公帑運用公帑去無理令到交通營運者得以受益，這個問題或者我在福利那個環節我們再討論。主席，
另外一個所謂德政，就當然是房屋問題啦。這個亦都是逼出來的、哦、主席，過去那年幾兩年有幾多強烈的聲音，立法會有幾大的共識，他一次推一次，年頭就說講年中，年中就說你等施政報告啦，施政報告出來都是一些軟弱無力 的政策。主席，最大的問題是其實我們有沒有房屋政策呢？或者我們應該問清楚，我們這個房屋政策其實的目標是什麼呢？我很希望一陣間局長可以答得到，究竟你們的目標是什麼？是塞住人把口啊，或者暫時有功課交啊，還是真正希望想幫一些沒有能力有自己居所的人？這個是重要的問題，主席，因為如果你的目標是這樣的，你亦都有一個責任去幫這一群人，當他有能力的時候脫離這個所謂公共提供房屋的群體，而不是說當他要脫離這個群體的時候，你要攞回你幫助過他的這個資助。這些資助政府拿了出來，就應該繼續去資助下一群人、下一代人需要房屋幫助的人。如果你認清這個目標的話，你就不會想到所謂新的居屋政策當他買的時候是以市價作準，賺到多少錢就由他墮落袋，是不會的。因為為什麼呢？你若果是這樣的時候，其實你將一個公營的房屋呢是轉到私人市場那裡的了，那你是可能真的幫到又好，益到又好，但是那些利益是會維持在那位居屋的居民身上，不是維持一個有持續性的制度可以幫另一批人。所以居屋主席，如果是賣的時候，是不應該這樣賣法的，是應該賣給白表人士、綠表人士。補地價是應該一致的，不應該這一批人士就發達，那一批人士以前買落那些就賣極都賣不去。因為買一個200萬的樓，你收回它80萬補地價，你叫他怎樣去找一個私樓去買呢？根本是不通的嘛，主席。主席，我們看看一些數字。根據政府的數字，家庭月入低於30,000的高達100,000户，100,000户。而曾特首所說的所謂試行4年的新的居屋的計劃，每年興建算是4000個，總數都是17,000個，即是說少於20%的人是會受惠的。有什麼作用呢？主席，另外一個令人氣憤的，就是社會同樣是有很大的共識，是希望特區政府增建公屋，但特首就說不是啊，3年可以上樓，不需要。主席，這個這樣的爭拗其實持續不斷，為什麼特區政府從來都不肯承認這個是一個謊言來的，這個是一個並不美麗的謊言。主席，數字是很簡單的，現時輪候公屋家庭的數目是有89,000户，這個是政府當時去年回應我這個質詢的數字。就算每年有18,000個單位，即是說15,000個加5,000個同埋有2,000個俾單身人士嘅單位呢，都係有35,000個家庭呢係唔可以喺3年內呢係上樓嘅。咁點解要死守呢個15,000單位呢、這個數字呢？點解仍然都堅持3年上樓係一個正確
同埋係一個不騙人嘅事實咧？主席，總結嚟講，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冇一個有政治理念喺背後嘅房屋政策。主席，我覺得呢個所謂德政，其實都不值得我哋為特首去致謝嘅。多謝主席。